滂沱大雨中，工地鹰架突然支离破碎，钢板铁条不停往地面砸，吓得目击民众闪远远。好细啊！下午四点多的意外，因为大雨，天色昏暗，宛如世界末日。消防队抵达现场，倒塌的鹰架覆盖整条道路。好几个受困员工穿着雨衣死里逃生，但意外来得太突然，40岁男性、45岁女性头颅破裂，明显死亡，被抬了出来，还有3名女性头部受伤送医。讲他较早嘛无听嘛都安尼，即迄阵哦，是讲我再规个拢飞了了嘛，阿姨迄条飞盘有无？应急甲迄个防火规个拢响落来。下午4:12，云林斗六河南街福茂科技公司工地发生鹰架倒塌意外。消防人员说，今天没有施工，但正值下班时间，伤亡的5人都是福茂科技员工。那个都不是工人，那个都是要去福茂科技上班的人员。目前知道的人员都已经疏散或是送医了。现场天候恶劣，消防人员持续冒雨搜救。至于鹰架倒塌原因跟午后雷阵雨有没有关系，还要进一步厘清。记者廖明、卢俊杰、李云杰，云林报道。我是陈志根，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，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，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持续冲击火花，督促我报道真相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